起码，因为我在我真侪人听听了个问题哈，来请教师傅，所以咱起码就来进行这个 Q&A。咱不就是讲五点半说啦，咱超过时间不要紧，差不多上晚五点半。OK。好。那有什么问题，人请举手。放松，放松，来，咱互相讨论，放松哈。啊，无我先问啦吼。你会惊这条出家的路吼，是毋是受家庭影响？是毋是你细汉的时有机会啊，经验着其他的宗教？啊，甲佛教，互你感觉讲佛教是对你上好诶。我拢唔知道，我拢也无家庭诶影响，也无别人诶影响，也无讲其他诶宗教，我有去接触着。但是我有接触，就是因为基督教拢有每个月也是啥拢有写迄问答题，放下啊囡仔嘛。小学的时候，然后咱那囡仔感觉真心实啊，啊回答啊，伊的 question 啊回答，我个个个夹断，伊个夹来，佫有分数，感觉咱嘛考了袂歹呢，吼，也很好，是干那接触个安尼，啊我也袂讲爱基督教，还是爱天主教，啥拢袂，最先我对佛教我嘛无爱佛教，我也不喜欢佛教。安怎行这条路？姻缘到，就是咱讲的缘生缘灭，姻缘到了，我就出家。我爱十六岁，咱的算法十六岁，我们的算法十六岁，就刚好初中毕业。安尼因缘拢无为着虾米，安尼讲起来变作要做佛教是因缘，你若无迄个因缘，你就袂当做佛教。对啊，亲像讲你要做过了俗家的生活，你嘛是俗家的因缘一样。你要做医生，你嘛医生的因缘。啊，你要做律师，你嘛律师的因缘，就是安尼。啊，我有出家姻缘，所以我就选出家的。啊，出家是童真入道，还是半路出家，那是另外一回事。你今仔这个演讲吼，一般是不是讲你哪个讲你咧讲遮吼，是对这个佛陀教示的话？是根据伊什么讲的？啊，即马咧讲，啊，你哪像较有一个根据啦？啊，你一直讲佛教，安怎佛教？安怎讲？啊，你含这个佛陀有什么关系吼？伊咧所咧讲的，这个 Four Noble Truths Eightfold Path 吼，含这个有什么连接吼？这拢有连带关系。对啦，啊，这吼，你若安尼界定起来吼，听了较知啦。嗯。对，嘿，啊，较有系统啦。嘿，对。啊，我是根据咱台湾的迄个印顺德师，哇，咱印顺德一活到101吼，是不是101才往生的？啊，伊写的书我都根据伊所写的讲智慧的大概的讲法，安尼根据伊讲的，啊，我来讲。哦，你根据伊讲的，啊，你是不是有用迄啰批判的眼光吼？讲伊讲的嘛，无一定对。啊，我无讲无一定对，因为我无比印顺导师的智慧较好，所以我认定他讲的跟佛德以前所讲的有可以 match， 是安尼。因为我无有迄大的智慧，我没办法。基督徒吼，你讲起讲一般的基督徒讲，耶稣就是救主啦，
啊，佛陀是不是救主？你要怎麼回答？不是救主，佛陀就是拢教咱的方法，参照伊所有知影，要去地的地图拢，甲你现出来，甲你讲较足清楚。但是这地图路中，甲你讲了后，你是不是要去行？在你。你若唔行，地图讲甲偌好，画甲偌好，我们都不能有体验，都无有这个佛法的生活体验。啊，这佛教相信这轮回啦，吼。嗯。啊，这轮回对现代人听起来，这是真无迄个实在根据啦。迄是一种信仰。啊，你要安怎对现代人讲？死后有迄个轮回，有本来就有，本来就有轮回。其他中国的嘛是讲瑞卡内神拢有讲，应该有轮回。基督教无啦，基督教无讲，系基督传统的基督教就是讲，那不是去天堂落地狱啦，这是传统的嘛。咱人呢？咱人呢？就是无啊。啊，咱人轮回是继续的呀，继续安尼，伊就是安尼啊。安尼唔是上，就是下啦。啊，咱中间的人。我是人。啊，无啊，就无啊，无人啊。对啊，无啊。啊，所以这个吼，这你咪使疑问，这个传统的基督教有甚物根据？啊，所以。我不会疑问，因为。各一个宗教，伊有伊个宗教的宗旨的讲法，我们还是尊重他。你的根基，你的兴趣，对这个宗教感觉合理的信仰，我们同样欢迎他去信。对，我们不用疑问，因为宗教是不是能谈的，宗教袂使辩论的，宗教只有互相尊敬，互相尊重，才会和平。诶，我甲你问一个较现实的问题啦。这个同性恋伫基督教内底吼有纷争啊，到底会使同性恋结婚无啦？啊，你对佛教看起来，你有赞成同性恋会使结婚呢？在我私人的想法，我是无赞成同性恋，因为违反自然，违反自然的生存。因为都有阴就有阳，有阳就有阴，有白天的晚上是相对的，世间法是相对的，无有纯一是阳。无纯一就是阴，所以我无赞同。可是阴的选择，我们不用去理。咱做咱该爱做的，咱做咱无犯自然的行为去做就对了。罗先生讲啊，足清楚的吼，我感觉这悲智双运吼。啊，那讲袂是干那一只鸟的两个翅膀，啊，你若无悲，你若无智慧，你悲慈拢是小慈小悲，干那咱咧听囡仔，第一位宠爱他，无智慧的引导，所以这智慧的宗教呢，是大概佛教是全世界独一无二，没有战争的，哎，对，而且够就包容的吼，啊。我咧讲过，讲印顺大师这样子出名诶。啊，我会记我读过伊一本叫做《成佛之道》吼。啊，伊个是咱慈济诶，即个开宗法师、正言法师诶师父吼。所以这是一个大德大圣啊。所以这是伊讲诶话，咱现在有啥物头个怀疑？这第二点。啊，最近我看见两本册吼，一本册叫做《阿里山的哈米尔》。这阿里山的哈米尔就是美国的开国第一个美国的财政部长。啊，咱说240年以后，咱即马用的迄个经济系统啊，完全是叫一脉相承。所以呢，伊对美国的贡献是真哩大。所以我嘛是讲，
不管是西洋人还是东洋人，有教徒给基督教徒，在阿里山的他们有这款人买变做超凡入圣，一对所有人拢是这样帮忙这样子。我说我们不教，咱无去批评别人，咱包容心这样大。咱主要师傅咧讲，同性恋，啊，那基督教是要杀要果，圣经来就他讲的共性，要活着活完嘛。咱尊重你的 choice， whatever your choice fits you the best， is fine。对。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我最近啊，去看看一本册叫做《The Origin of Species》，这本是足出名的，哦，十九世纪达尔文写。他在台湾下来的，这不简单讲，就是咱的原生原灭就有关系。伊讲呢，什么款的 species 种种，那底下 certain condition 哦，譬如讲水分啦、温度啦、你的食物 ，I give it a prey， 就讲如果你是鸟，但是碰到很多那个老鼠来的，那个地方你就不能够生存下来，因为你的源就不在那里。然后他写的这个原来的书籍，金凤姐写开向你后，所以伟人公这是最后一本科学的书了，可以用文学的眼光来看。啊，所以伊的 introduction 是一个文学教授提写。然后呢，伟人公称赞达尔文是二十世纪或者有史以来最伟大科学家，一样的功力在我。伊讲呢，自然 natural selection。就讲 fittest survive， 伊讲一个 species， 一个 species 叫做种族啊，哦，这种族因为足侪原就是讲 condition， 伊在迄个所在，伊讲如果这个 species 在一个很大的州，啊，人数又很大，这样的话它很容易因为生存上的要求了，它会慢慢有开始。形成一个叫做 variation， 或者叫 variant，variant 就是变异。它看这个 species 会慢慢的开始变，变作刚才讲也变得较短，而且我们过来较短。这里变作叫做再进一步的变作 subspecies， 变作次种族。次种族一样 ，eventually 变作一个 different species。而且在这个变异过程当中，即使第一个轻度的变异啊。就是 variance， is inherited。所以呢，安尼成立的时候，所以这本书下传以后，基督教是大肆攻击的。因为这基督教讲法是所谓 species， 伊 created 是拢是足 distinct。所以诺亚方舟一阵啊，讲世界上要 innuendo 这大洪水，所以每一个种族都要保留一个 pair， 肯定来定。伊是讲这 creation 的神，就是讲，这些拢都是上帝制造出来，一成不变。结果达尔文把它推翻 ，No species can be changed to another species by itself。这个 selection，natural selection 或者是 main selection，main selection 就是讲，咱为着要生存，咱就将上好的猪啊提来配种，结果那个猪呢比较不适合的，就会把它淘汰掉。那自然界的 selection 不是干了改变现状，而且改变也内脏器官。啊，我来讲这个意思就是讲，这个是真正因缘缘生缘灭，你的 condition 下面快，你只好跟着它变，然后变得比较 adjustable， 啊，你非得 survive。所以我感觉这不搞，是真科学的，这个宗教。啊，东西是足包容的宗教，从来没有战宗教战争过，哦，啊，所以这 stand the tried of the times， 这个是足见鬼子的宗教，哦。谢谢。你有什么人？六祖慧能禅师伊发在讲吼，不思善，不思恶，啊，伊的重点嘛。伫对一搭，请参观法师，阁关心法师进一步说明者。啊，无当时啊讲不思善不思恶，戆戆啊，毋知影讲要点伫对。
六祖慧能大师伊讲不思善不思恶的意思，就是讲你认为是善的，无一定是善的。你认为恶的嘛，无一定恶，因为咱讲的善恶是不定准的，无一定的。参照讲，咱看许多人拍囝，但是伊的出发点是为着囝无乖，啊要爱乖，所以迄个拍是恶的还是善的？善的啊，就是咱看起来是恶的啊。所以伊讲的不思善不思恶，就是讲咱唔好想讲好的歹都不用想，你想好的也无一定好，想歹嘛无一定歹，你想好歹拢总是干扰咱的心性。咱爱知，可是咱唔免去个执着是善的恶的，爱清楚啊，咱爱知哦。可是你不要这个，咱的这个念头，永远就讲好的、歹、好的、歹，唔免，不用。安尼有清楚无？不思善，不思恶，迄、那个你的本来面目就是啥？本来，咱到底本来就是啥？本来就一切是没有的，空性的。善的到最后嘛是无去，恶的到最后嘛是无，因为世间上一切事事物物，伊的发生的最后的这个形象，就是啥？空的，空的。所以，既然是空的，你去想讲是善的，是恶的。能帮你，你知影讲善的恶的能帮助你什么？不要执着的对啦，不要执着善的恶的。咱讲无想是不可能，咱人啦活活着，一定会动脑筋，对不对？啊，就是要爱训练咱唔好胡思乱想。所以才会讲不思善不思恶，你本来面目是啥物？重点就是这，因为最后我们本来的面目，咱嘛是法的之一啦。咱最后会安那？我们最后会怎么样？嘛是 disappear 死掉啊，也是空性啊，空的。最后的任何世间事事物物都是空的，一直在讲迄个性，在讲迄个性个体性体，就是真如，就是空性，空性。所以才讲不思善不思恶，但是咱不可能不思善不思恶，会想，就是要我们打断这个杂念妄想的意思，要爱叫咱唔好妄想，安尼敢有清楚？就是要叫咱唔好妄想，不要妄想。我们的起心动念就是妄想，我们一动念就是妄想，都是为着，有时候是为了自己的想法立场，他看不一定恶啊。他看的不一定是善啊。哦，这个菩萨，这个无辜的人，这是不是善，还是恶，还是这种空的？善无，这有因果，一定有。哦，其实咱家想的这个妄想是空的。你有责，你有行动，你就有影子，有影子跟着你走，你走到哪里，他跟着你到哪里。你做善呢，你走到哪里，他也跟你到哪里。咱做的一切行为举动，参照咱的影，离不开，所以一定要做善。佛陀所做的心口意三业，就是纯善，所以到处被人受人欢迎，受人尊敬顶礼，就是安。
咱人为什么袂放五体投地礼拜？因为咱垃圾，咱无为人，拢自私为自己。伫台湾的佛教，拢予人感觉讲含民间宗教念做伙，咧拜祖先什么货？你想，这是不是爱分开？这个佛教甲这个民间宗教应该爱分开，唔通解难做伙？你想安怎？宗教甲咱民间的风俗的拜祖先。这是咱的文化，拜祖先是文化，甲宗教完全无妨害。既然你咱有咱，咱有咱是因为咱的祖先，所以拜祖先跟宗教无冲突，所以拜祖先可以提倡，因为饮水思源，食水果。知影树根安尼共款，所以袂使讲即个拜祖先推翻，不对，因为是大人无伫个，咱要安那去思念伊，安那表示就是来安尼伊个过往个日子，也是伊个生日，咱着来安尼拜拜咧，来大家安尼家庭个亲戚朋友来聚一聚，这嘛是真好个机会。这个牡达甲耶稣，你想两个有啥物相像的所在，有啥物无像的所在？共款的，就是拢总是要劝人行善，唔好做歹。无共款的，就是佛陀讲，你是你创造你家己，唔是佛陀创造你。最重要无共款，就是这点。咱每一个人是我创造我，唔是上帝赐我。我要爱较悬的，我要爱较水的，要较爱有人缘的，我得去做迄个较悬的因，做较水的因。要爱较水，我得做较水的因。是每一个人是创造你人生的主人，唔是任何神来创造你。那是因为佛陀有讲啊，你创造什么因缘，你就什么样的人啊，你的长相不一样啊。啊，那是上帝创造的，啊，为哪会让伊袂惊咯？未免较可怜啊。所以上无共款的，就是咱人家己创造的，是我们。安尼，啊，若共款个，就是要爱大家拢爱，伊嘛要爱，互大家活了啊，真快乐。但是方法无同，要爱方快乐个方法，老师教法无同。啊，我都尊重，因为个人个 choice 嘛。我要进入什么学校，我要进入什么学校，通通可以啊。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学校。对不？对科学来讲。这个宇宙的开始是 Big Bang， 照佛教讲是安怎？地水火风造成的，地水火风，嘿，对，啊，所有的就是地水火风甲空间安尼造成的。对倒来？对宇宙的形成，就是等于讲。因为宇宙的形成吼，嘛是爱有一段时间啊，啊，伊嘛会，起码咱即马所大些已经成了形、住、坏、空，啊，这形咱即马得一只大，啊，慢慢会歹呀，到尾嘛是 disappear， 嘛是空起来。即马即个世界空起了后，另外还佫有一个世界，咱即马咱的人佫去另外迄个世界。伊去地基转转转转，甲即个世界，咱即马住即世界，佮造成佮一个世界时，咱迄个因缘若是爱过来即些，咱赶快过来出世即个世界，安尼一个世界一个世界轮转的即个
tractor， 自然会形成，世界是自然的形成，啊，就是地、水、火、风、甲空界，安尼做起来，离不开地、水、火、风，咱人嘛离不开地、水、火、风，刀啊嘛离不开地、水、火、风。释迦，我唔是讲神，我讲佛陀觉者。释迦牟尼佛，一个目前我信的是一个，啊，其他有过去佛，啊，冇未来佛，咱在座诸位就是拢未来佛，都是未来佛，都是未来的觉者，清清楚楚、明白明明白白的人。好，请。无，佛教阮尊敬上帝，阮无讲上帝，阮是讲佛陀，觉者、智者。佛陀就是相关的。嘿，佛陀就是阮佛教所信仰的、所相信的迄个最高的老师，所以阮称呼叫做本师释迦牟尼佛。阮的关系就是老师甲学生。学生后摆嘛会当做老师。啊，不得出席以前是先忙上太多。哦，那时候不晓得，唔知。基督教的上帝是无方创造的啦，啊，但是佛教的上佛教相关。是家家己。是方写出来，所以是。对，啊，咱意思就是讲，咱人那是照佛祖的方法去修行，你同样可以成佛。好像说，咱若努力打拼，咱要得博士。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博士的那个潜力，道理一样，每一个人都有。佛教的这个涅槃 （Nirvana）， 嗯，请你解说一下。Nirvana 就是断了烦恼，进入了快乐、自由自在境界，叫做涅槃。不是死去了才讲涅槃，在世的时阵，你烦恼已经断除了，就是拢清气淡淡，啊个过了真自在、解脱、快乐的境界，这叫做涅槃，不是死后哦，不是要涅槃，喏，对，因为你活的时阵涅槃，你死去才是涅槃。甚至讲，你活的时阵，你得到博士，你死就是什么博士？同款。你要爱快乐，你要爱来世快乐，你即世爱快乐，你就会快乐。你唔好忧忧愁愁的。你忧忧愁愁，你说，哎呀，我即世死二十年了，我就一个搁一个好汉，好汉啊，不一定，人生难得啊。你莫讲你死的一定做人啊，有他是做牛、做马、做狗、做羊啊。人生难得啊！好，那廖先生好。请告诉我啦，我的本身的经验，我都最近不感觉我有安尼濒临死亡的经验。啊，我有请教这个基督的人。人啊，讲确实有灵魂，啊，基督教真虔诚，讲伊师傅安尼对佛教这么研究，咱人讲确实有灵魂。有啊，有灵魂啊！啊，咱佛教讲吼，这神识第八意识跟着我们走，第八意识。确实有。我是有一摆跟他濒临死亡的经验。啊！我见我着安尼沉沦离开我的身体咧，啊，无几分，啊，我一生啊拢伫我头脑变伫眼眼前啦。啊，我也足无爱信啊，请教伊个基督教，伊讲有。啊，师傅，你也信讲有第，咱佛教讲第八意识，就是一般讲个讲灵魂，啊，我们讲第八意识。好，大家。不客气。好，郑博士。啊。普通吃中昼的时，拢阮太太甲我递一大碗，人柯文哲的同款，一大碗汤，内底有饭有菜。
我中昼想讲，安尼较早食一下吼，啊休困一下，就要来听演讲。结果看听吼，顶悬阁有洋葱甲排骨啦。我腰贵吼，排骨甲伊硬一块。啊，甲坐落要食时，看伊阮太太菜下骹已经有一块排骨。我是讲，我若莫食肉食素，今仔日来听可能较会理解。啊，这细汉的是因为家境无好，尤其是薄皮疏开，哦，爱水沟边闹河流，田里通食，啊，就足欢喜的。啊，这个食素对你的感想安怎？好，我一个好的 advice。好，食在佛教来讲，食素是慈悲心，要培养咱的爱心、慈悲心，不是为了什么。你若是讲你的慈悲心有够的心，你自然的不用人家讲，自然唔免人讲，你也唔敢去杀生别的动物啊！佛教食素是培养慈悲心，啊，是毋是信佛就爱食素？无一定，因为你的因缘呐还未到，你照顾去食你食的袂要紧，因为个人的因缘。但是你若会当食素，当然对你的身体是有好，无较歹。因为消化好，啊，其他的动物吼，伊要放胎，伊真唔甘愿啦。伊嘛唔讲，唔是讲好，互你胎，伊嘛袂安尼啊。伊嘛是足恐慌的，足惊。你看迄猪吼，啊是牛要放胎吼，拢会哭呢，会哭呢。所以，伊在哭，伊在哭。伊恐怖，伊的毒素都已经伫迄只动物的全体内底、全身内底，所以咱食拢食到伊的毒素，对咱嘛无好。第二点，咱拢总强其壮嘛，因为动物的力量无办法抵抗咱人，所以咱人较强。啊，得甲刣，咱来食。啊，所以咱的目睹拢总是动物的盲地，所以无好啦。这是安尼的关系。但是在印度佛教，佛陀在世时，因为因是无解煮，是托钵，时间会再是到，就是时间到，就是摕一个钵。若是讲你的胃口，较好的，你就摕较大；胃口细，咱就摕较少的。有大中小迄个钵，吼，迄个钵，就是咱即摆讲的，讲像像碗公就对啊。啊，有大碗公、中碗公、小碗公，啊，就去吐吧。信徒那什么煮什么，供养伊，拢食什么，伊无经讲，你得爱煮啥，我才要甲你接受，才要食。无，伊袂麻烦信徒。所以当时印度的出家人，人供养什么就吃什么，没选择。传来佛教，后来就改变，甲佛堂家己做工课，就等于农产一起，啊，就该做农，啊，去做工课，啊，该煮有灶卡，所以开始全部。杀生，中国佛教世界中，干那中国佛教无杀生，只有中国大乘佛教没有杀生。斯里兰卡南传的，同样日本也一样，他们都拢有驾车。伟大就是干那中国
台湾无食草，这是中国甲台湾佛教的特色，就是慈悲心有够，出家人慈悲心有够，是安尼，是以慈悲为本而来无杀生的，毋是为着啥物，因为反正讲好要食人，还是嫌要食人，咱敢甘愿互伊食？嘛无啊，禽嘛会食人啊，对无？马也会食人啊，所以尽量啦。啊，这每一个人拢有选择，都不强迫信佛不一定，信佛无一信佛学佛无一定爱食素，但是你爱进步就对了啦。啊，还善。啊无噶，因为即马科学发达吼，啊，咱的自来水内底吼，那就起比古早没有那个无自来水啊，拢伫个沟啊，还是个河内底用起，所以伫印度出家人拢爱带一个迄个网啊、袋啊、网。过滤的，所以伊要食的时阵吼，拢爱过滤才食。所以阿金嘛就没有了。你喝，你不是故意喝它，不是为了说你有宠我来喝你，是因为这个有细菌嘛，有细菌到处冒细菌，咱去食蔬菜煮了水，迄个细菌嘛来，啊你怎么检查？这个是。不是故意的，为着讲要食遐个细菌而来吃，这个都没有罪，一点罪都没有。我想要请教讲吼，比如讲在闭关的时阵吼，他们规定讲我袂使食肉，啊，我是想讲吼，因为规工坐了吼，食肉较袂消化，所以我是甲想讲咧，但是伊是甲我讲吼，食肉因为动物若死去吼。然后咱搁食落去的时阵，然后你咧打坐咧闭关的时阵，可能会接受到一些什么东西啊？会来讨债啊？这一点我一直讨债倒是不会啦，只是说我不了解讲为什么吼打坐的时候不能吃肉。啊，因为个人老师的指导方法不一样，不吃肉有它的道理，因为容易消化，不会堵塞，对你胃肠又好。是这个因缘，跟杀生有没有关系？也有连带关系，这个都有连带关系的，有 connection 的。所以杀生在打坐就不好？当然不好，你心就不净了，因为你已经害人了，你已经害了，对，都有连带关系，有连带关系。啊，可是你讲无假手吼，啊，咱拢有假。你食素的人，啊，咱就一定爱食肉。啊，打坐是逐工咧打，那这样会不会有什么？不会说无够营养分啊，啊，无够啥，不会的。如果尽量不要，啊，你如果你哪受不了哈，你照吃 ，OK， 因为你的选择。我不是说营养，就是说他所谓的说。动物死了以后还有灵魂存在嘛？哈，那因为它还被你吃下肚，它的灵魂还是存在的。哎，它不会在你那边，它不会。就是说会有什么？不会。比较有什么反应？不会，因为你不是改台，你去店买买对吧？你去买对吧？不是为你杀的，不是特别为你杀，对不对？那我们吃活虾也不行了。对，活虾是你自己去选的，是为你而死。啊，你去店里面，他们已经包好那个，不是特别为你。可以，可以，你只要活要要的，然后跳跳了，还有活鱼啊，还有活虾什么，那是为你死。OK， 这一次，这帮仪式的观点，能够受信的。
那所有的兽性啊，这个动物啊，虽然讲伊爆发力无很强，但伊持久力就好。啊，所以我这是大病不死吼。啊，所以我讲兽性。啊，所以我的 performance 什么款，我咧拍高尔夫球啦。阮的工队人是坐车，我行路。但我行路，这持久力比伊较好。啊，同时其他个证据来讲哦，有人讲人囡仔好食素安怎？结果因的迄个 research 结果就是讲，因的发育、跟因的智力、跟因的大脑脑部的迄个 circumference 拢同款。佮进一步的时候，那 baby 生出来好食素，结果伊讲发现讲，因的智力、因的 IQ、因的体能、佮体格。OK， 都没有问题。所以这首先就是讲，要靠这 scientific 这个啊 science， 但是不搞的，这后尾所在就是讲，它是真正智慧在里面哦。啊，所以就是讲，啊，这么个讲话就会啊。我最近呐，看到一个 Packer 就是这个 David W. Packer 是这个 Hewlett Packard 的后生啦，伊今年67岁。啊，伊呢？伊最近设立一个叫做 Packer Humanity Institute， 就人文啦、啊，伊开1.8亿啦，设立这个 Humanity Institute。啊，伊这保存啦、啊，保存 UCLA 一个叫做 Film， 啊，甲这个 TV， 诶，这个 Film 曾经派去，所以呢，用足侪钱替 UCLA 呐、啊、设一个储藏室，啊，迄个35多个设施。啊，这就是讲对 humanity 足重视的。啊，同时呢，这个 Hewlett Packard 这个囡仔，伊细汉的时候，起码有法度啦，用迄个古希腊文哦，啊，读起咧用希腊文写一本叫做《奥迪赛》，所以就是讲第二代，诶，这个伊嘛是讲，唔是讲富二代，就是足歹。我今仔日有主持一个读书会，叫做《希腊神话》。啊，拄啊林教授你讲讲，迄个台湾的民间的迄个信仰，我是感觉，因为我即摆咧讲希腊神话的这个故事，互大家听。啊，1300年的电台有个丁山嘛，有打电话，伊讲足趣味这个话题，讲叫咱有时间来去电台讲这个希腊神话。希腊神话跟咱台湾民族的信仰足像。啊，这花园已经4000多年。啊，你若所有的，譬如讲，拄仔讲的 Packer， 他个 Odyssey， 这 Odyssey 这本册内底真正神话连篇。啊，希腊的这神话，甲即摆欧美文学是两样做伙。譬如讲，我拄仔讲的哈密尔顿、亚历山大，这是跟 Don Cherong 写。你要看讲，这本册是人类有史以来10本上好的册。啊，是安怎来？有一篇文章，有一个人安怎学了哈密尔顿？我哈密尔顿就像说，他的智慧啊，就是刚才讲，叫做米兰达，米兰达，米兰达的希腊神话来对了，智慧、公义的女神啊，啊加上阿波罗，阿波罗就是罗马的主神，就是等于宙斯，用等于这两个人的头脑加起来。啊，做的迄个 financial system， 无个比伊个较好。其实这两个是足够神啊。伊若替甲比这亚历山大做出来 financial system， 未比伊较好。这意思就讲，伊的文学内底，你来看欧美的文学，像我对希腊文学这样神话这样出名，文学甲神话来做伙。啊，所以我读清楚。啊，但你看卖希腊迄阵啊，这神话，甲咱台湾的民族的迄个信仰。是水到水深，海到海深，土地公几乎天神啊，连咩地狱内底伊嘛民神啊，个阎罗伊嘛民后哦，啊，迄只看到的，迄只嘛是一个神啊，啊，佫再有一个冥河，所以当然地较足神。我想，迄阵来迄个时代，一直压到康斯坦丁变成一神教，一转多神教的时阵呢？它文化是百花盛开，你知道无宗教迫害，啊无宗教战争，而且是这么优美的，跟他们的希腊的，这个跟这个现在的欧美的文学，两难做会，
甚至尼采拢咧做恶路，就讲说，所以讲咱台湾的这个民间的信仰，敢遐尼歹，敢遐尼无可取的。啊，除了讲爱烧金纸，即摆嘛袂使烧啊。我最近对台湾无烧金纸，嘛无拜伊咩。他要保持咱的台湾的民俗，咱台湾的台湾人会先选民族先选，就做信仰。感觉这民族的信仰，敢遐尼无好。按照多神教的这个世界呢，一切罗马就相合。我讲今摆是 ISIS， 你听嘛听。我是感觉讲过去历史啦，这段咱都要好好在参考点的吼，啊为历史来对，我们做些巩固。谢谢你们。我是去。在讲要讲啥，都有人在家会讲叫我来讲。我真久唔捌听到这个讲这个佛教的道理啦。啊，今仔日听这个法师哦讲这个，我是感觉讲实在佛教对咱的人生吼，诶，这个非常的。理性啊，甲实际会得啊，这是我的感觉啦。你咧讲啥物代志，我就拢真好势，真合理啦。啊，我若甲比较这个基督教吼，我感觉讲基督教真济，我家己嘛想讲真济问题，因为基督教吼，拢咧考古啦。咱今仔日是。二十一世纪啊，吼，咱的基督教的信仰是根据伫这个两千年前、三千年前一本圣经啦，啊，讲一本圣经叫做上帝的话，诶，毛病就是出伫遮啦。咱今仔日是当时啊，吼，啊，咱定咧想讲迄三千年前的代志，啊，咱的依据就是讲一本古约圣经。迄毛病就出自，有人我的想法啦。迄毛病，基督教毛病出自哪？迄本古约的圣经啦。因为今仔日是当时啊，要咧考古，我想我足想袂通的。啊，恁大家有同意无？同意我唔知啊。我上来是请人来讲古约。我想讲嘛唔对啦吼。佛教法是如是我闻，但是开始了如是我闻，对不对？被众生讲的啊，讲不是啊，所以袂使讲基督教还是佛教的。如是我闻不是这个意思啊，如是我闻是讲开始真正佛教咧，只要听人讲的啊，佛经内底一定是讲如是我闻，佮衰的吼。这个咱佛祖佮这个基督教传教方式不一样，佛祖的时候你一定要请我，啊，我才会去讲。伊要 imposing， 咱即摆基督教传教就是讲，你若不爱听，我嘛要甲你讲。啊，甚至于我问一个好朋友啦，住伫阮港区的，即、這个太太三五时啊，行到阮家，载阮家弄门啊，啊弄门到，啊我出来就啊跳过去，哈利路亚，我错一个，你讲，啊伊就是一个真好医生的同事的太太，啊我讲啊你敢知影世界嘛其他宗教？啊！伊讲我，伊拢唔知，人拢唔知啦。啊，就逐日来，伊感觉讲，逐日传教，啊，逐日 convert， 安就是一个功德。所以咱不搞如是我闻，而且啦，啥物倒一个地主是请伊来讲经，伫倒位啊讲经，拢写甲清清楚楚。啊，如是我闻伊实际上因为无文字嘛，两千五百万个文字字嘛无法变出，所以就是讲阿难尊者都记忆啊，一代一代。听讲，啊，圣经不是这样吗？如是我闻是这个意思，但是现在咱今天袂甲其他的宗教咧，咧渐渐就是讲，一定你爱请，所以我今嘛来去都要，我拜到都两场演讲，对吧？啊，实际上你若无请，我一定袂来。啊，拄仔咱迄个有二就是，伊嘛要请我去演讲，我你若请，我一定去。啊，你无请我绝对袂去。而且我绝对不跟你传教 ，OK？ 这 that's the difference， 因为你要 entitled to your opinion， 啊，你若真正有问题，你来问我，
我若搁较半暝，我嘛走去恁家甲伊讲，哦，啊，所以即个传教就像一个较 imposition， 不管你要听唔要听，不管你是当时天时地利，我伊拢无咧管啦，伊就想要做台湾，哦，有人要去加拿大，有人要去倒位啊，啊，去恁家甲你吵，伊拢要去来，啊，无请，咱个武大是安尼讲，啊，无请你，唔通讲，时机不到不要讲，不然就跑。我想起来，不是人，是我，是我听讲，听政府上做讲，对不对？是啊，我们。Okay， 我有simple question。我是感觉讲西方的宗教，我觉得是讲，跟他恐怖政策了，就是讲顶管有一个先给他压掉，而且无教育也给他管。啊，你若无教育，来送去地个。啊，我感觉东方的宗教是大部分在注重讲对咱人内心出来，啊，所以这是我迄个感觉啦。啊，当然是讲基督教传教伊有伊个迄个理由啦，啊是讲伊过去伊对排外，迄嘛是因个理由啦，啊。所以咱伫遮主要就是讲咱心挂开。大家互相来学习是安尼啦。哎，所以我一个简单，我是捌安尼想吼，我佛陀吼，以前是王子嘛吼，啊伊嘛是老爸嘛吼，啊伊安尼抛妻离子，安尼这个行为，你要安怎来讲？好，也是伊的，应该伊在爱尽着，伊做一个老爸啊。老爸丈夫。丈夫啊。在迄时阵哈，伊其实是被逼的啦，一定爱伊娶，吼，是因为伊干那这个囝，伊得四十外岁才得到这个囝，啊，希望伊要出嫁的时阵，因老爸讲，你爱有一个继承人，我就会当顺利出嫁，所以伊就。听话啦，结婚啦，然后生了孩子，有继承人啦，所以伊只伊是头啊啊共款哦，有要请教老爸，讲予伊出家修行啊，为了买使众生会当离苦得乐，所以老爸定价安尼，所以伊达到老爸的要求了，伊就偷偷啊半暝啊。含伊个迄个车，迄个马夫啦，坐白马，迄是一个小个讲啊，参因为声门嘛，拢有关，就参像天神帮忙伊迄个白马飞过声门，安尼去出家。伊毋是抛妻弃子，因为伊有重要个任务，为了。大公无私，为了搁较济众生，毋是干那为着伊个王妃佮伊个囝来要享受，因为伊做王子是有三四天个啊，冬天有一个冬天个厝，夏天有夏天个厝。秋天有秋天，有三四点，三十不同的季节的这个点，所以伊无爱享受人间的这个荣华富贵，要爱来使咱现在的人得到快乐，而所有的痛苦会当离开伊的出发点是安尼，所以伊毋是抛。妻离子，他不是，他为了更多的人牺牲他小人的一家的私人的荣华富贵，去为了众生去出家修行五道传法，跟一般即马结婚了啊，小可无同款，为啊，因为咱唔是。佛陀的这款的实现不同款，伊无，
嘿，不一样。道理。嘿，对对对对对对，牺牲、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这个心境而来出现，无同款。到尾太太、囝，通通出去嫁，甚至因迄个妈妈的姐姐嘛是出嫁，大人拢出嫁。伊是一个孝子啊，老爸父王过往同款，当因故乡，因啊同款，抬一个迄个棺木，嘛是表示世间情同款爱做，世间爱做的你唔做，你学出世间无效。世间法你爱做了圆满，你要学出世间的了生脱死的才有效。所以伊世间法嘛做甲做圆满的，嘿，安尼满意吗？印度吼，这个所以以后有一个皇帝阿修伽。阿育王，因为是做王子，伊做国王，再去出家嘛，吼。阿育王无出家，伊是一个大护法，拢护持佛教的。要几分钟？要几分钟啊？我是讲五点半，咱。过三分钟。我见阿育王吼，以前啊，要过身的时阵吼，有踮咧城门内底刻一个石头。迄石头内底写讲，那是我佛的弟子啦，那应用这个佛法的名义啦，来无包容其他的宗教，啊破坏其他的宗教，啊就唔是我佛的弟子，啊写得清清楚楚，啊就落去，这就包容心。对。我来教一下吼，就多谢。